重分的话会先比难度动作，谁的难哦，度比最较高分？高。对。那难度两个如果都掌握住的话，就是看谁的演练分比较高分。刚刚这个应该是没有啊，刚听到剑的这个声音，不知道是没有碰到。陈恩贤，他是清水高中的。最后的这个侧空有点变旋子，陈恩贤，看看他可以拿几分啊？那他是这个女选手里面少数没有把这个前面刘海往后梳的，其实也没有硬性规定，对，没有硬性规所以他这个算是韩版的空气刘海。他拿到8.91分，八也是点不九错一的分，分数哈。质量被扣了0.2。